斧王，这家伙主教六真的是，主教六跟主教三。我昨天好像从骑士九掉到骑士六吧。不过其实，在全骑士的局，我打起来其实都还蛮轻松的。应该就是要多磨练吧然后知道更多策略。哇，两个兽王，万兽之王。所以这边有兽人的 combo， 他们血会变多。其实我们这边有错过潜在的小鹿经济学，不过不大可能有啦。如果要获得这个小鹿经济学的话，我们要买上一个小鹿，然后把它放上去，然后再买这边小鹿把它，可是还是合不出来，不是很好。两件装，不错不错。电魂 ，OK。来了死亡的火花。小鹿，下来是打野怪吗？伤害，其实很多韩事情我都不大确定。嗯，就比如说这个吸血是只会吸普攻还是物理伤害都会吸？因为这样大招是物理伤害，其实就有点重要。该买谁啊？可能是这个吧。开大开起来！哦，哦，还是开到大了。狙狙啊！他有两等憨儿吗？没有，只有普攻哦。这两块对不对？所以我其实可以升上去，我可以升上去，然后再放，可是也放不了第三个法师，因为这法师会被卖掉。再见，小鹿 OP， 我们应该要有连败奖励了。我在考虑要不要拿连败奖励。
可能会拿不到。是有点憨啦、啊，不过这边有三法师的康波，还是尽量远离一下连败奖励吧。这边有猎人，就是这也是猎人。我的箭袋和弓都准备好了。OK， 这 CD 是十秒，还有最低伤害，好憨哦！等下最低伤害跟最高伤害，哦。我的箭袋，打靶时间。呀！我是食人魔魔法师。哦，我可不是。我还不是很确定我会不会走三，这是猎人是三个吧？然后猎人是三个，我还不是很确定会不会走三猎人。还蛮痛的，至少还蛮痛的。啊，死定了！一胜一败是最惨的状况了。这里其实有没有经济还蛮重要的，可能现在就已经要归角落，因为我们电魂直接被靠不是很好。啊！到底要换谁？巨牙海云随时准备应战。所以，通常这种变成一个箱子的策略，会有比较好的集火效果啦。等先给他吧。我要买兽王。我可以挑吗？我其实应该要舍弃法师的感觉起来。哦，杀不死他。好，我们要走猎人了。走猎人，末日使者也不错。再见，再见。这一刻我等了好久。其实搞不好这样子还比较好，现在这样可能还比较好。利斧在手，诅咒降临。所以再放这个上去的话，有三战士的 combo； 再放这个上去的话，有三猎人的 combo。这还不一定打得赢，就是我猜。好，打赢了。打赢了吗？不，这个奶量太 OP 了。GG。哦，有连败补偿了。哦，守王。我的
等下全部都两星，对不对？先上他好了，因为这样还有恶魔 combo， 理论上这样会怕冲后排吗？这样还行啊，他血量最高吗？没有，斧王血量最高。他如果直接被烤翻，会不会发生什么事？应该是还好。哦。哦、他还是有放出来，你干扰者应该会死，还行还行，来起来啊，斧王，行行行，我要卖掉，要打赢，然后卖掉它，才能够升到六。其实，可是我下轮自然而然就会升到六了。其实我这边还是有点偏经济哦。啊，对面有六只吗？一二三四五六。不过我的全部，我的几乎都两星，所以还蛮chill的。他这个大是升上去会暴击。炼金。应该是放他上去触发三猎人呢、啊。我们应该不会想要精灵龙吧？炼金其实还不错，因为蛮多物理伤害的。你这样就买这几个吧。哦，那个家伙竟然被砍死了，好瞎、啊！赞赞。其实这边还蛮顺的，前期其实还蛮顺的。炼金，哇塞！当真？这样不大可能走三法师了吧？这样不大可能走三法师。是脑袋，我是身体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找一个死灵来，再找一个亡灵憨儿。哇，这是射程真爆干员。我应该看一下其他人在干什么才对。他经济，他没有什么经济，
他也还行，他没什么经济，他跟我一样，他要走骑士哦。海军上将末日，诅咒降临。啊 ，OK。末日一定要买，把这买了。然后我是已经买末日，没有买海军上将。该开船了。哦，他没开到大，他应该会被烧死。啊，靠斧王应该感觉好像没什么问题。对啊，这是不是有东西可以喝啦？OK， 海军上将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哒是应该舍弃他。如果船憨可以到两星的话也很强啊，应该就等这个两星或这个两星啊，然后我们默默的等斧王三星，他被小小丢走了，开大吧。哦不，还有船憨。哦不，哦，红斧王，哦，哦，开大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啊！还要旗帜吧 ？Oh my god！OK、okay。我的箭袋和弓都准备好了，我可以舍弃这个，可以舍弃这只。话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显示订阅周年纪念日。感谢 Toshinori 的连续四个月 T 订阅，感恩感恩，谢谢谢谢。两星电金好像真的挺秋的，这可以当坦，对不对？两千血，他的康，他跟我这个整个阵容康模之后，他大是降低甲量的。射程，
很赞。看一下大家竞技状况怎么样、哦、他也蛮有钱的十七应该什么都不买啊，因为我们快要经济蛮窄了。开到塔就没什么人聊天吃饱了。他什么时候没做哎、欸？他刚到底在干嘛？他刚什么时候没做哎、欸？我是要打还是想要一起哦？可以啊。这也是兽人啊！风暴使者来了！伐木机。轮流断哦，他输了。这个兽人是谁啊？健身。OK。我们这只也还没升上去。我觉得合成应该要再好一点啊。哇，两星伐木机。哦，被我砍爆了，赞赞。斧王现在身上是有装的啦。等一下哦，强壮身躯，现在其实蛮想把巨牙海明换掉了，巨魔战将。OK， 我要拿巨魔战将。弱肉应当强食。你是放船憨？我可能是放船憨。开船喽！Okay.
续订阅粉跟订阅的累积月份原来可以分开计。感谢夜深连续16个月第一订阅，欢迎姚涵绝不敢敢，谢谢谢谢。哇，已经订阅了16个月啦，真赞。亡灵，我就是你眼中的毒瘤。等下剑圣，应该再见巨魔战将，我去开个门。但状况其实还蛮好的。啊，巨魔，剑圣，剑圣。注视 combo， 应该是要舍弃他吗？75块。干扰者，我想要留。哦，我被打爆了！我还有四巨魔了，还有四巨魔了！啊！我的连胜。这样有四巨魔 combo 啊，嗯，对啊，飞轮没钱。好，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影魔还蛮，哇，影魔其实还蛮重要的。命银锤，皇冠，我可以慢慢把三术士转出来。哇，这个末日守卫，弱肉应当强食。所以现在战士是123吗？然后，哇，好惨哦！没有被狙死。所以我可以再把，我可以再转掉一个。如果说这个身上两星的话，我会把巨牙海明转掉，应该吧？或是拿术士 combo， 术士跟亡灵 combo。我怎么不是跟大哥玩哦？大哥看不起，没有啦。等一下我要拿谜团，对不对？天野啊。其实，哇，等一下，这东西有点太好。
再见，再见。再见吗？这样我可以把猎人转掉，把这猎人转掉。这样还是有三猎人。那我可以把这术士放上去。哇，打不赢，两等憨儿有点太少。这也有亡灵啦，我在想到底要放哪一个术士。天堂刺客，我再也没有看到第六个蝠王了现在有也没有术士 combo， 其实不、哦、你的地板勒啊，来不及来不及了。然后他早点放会好一点。完了，巨魔，我要舍弃蝠王的梦想了吧？我猜。弱肉应当强食。给他一个王冠戴一戴。这样其实。好像应该上他，或是再上一个蛇发会比较好。这样有那个，OK， 看我好像还是比较好一点。所以看起来不会走那么多巨魔，那么多兽人。我们其实有点在等小小，长去，现在有亡灵 combo 吗？这样会再把兽人 combo 打出来。电锤火力之球，哦，有这个、欸，怎么我卖掉了之后才，突然蹦出一大堆。巫妖谜团。所以最简单是舍弃，应该是舍弃剑圣了，剑圣应该要被舍弃了。
啊，这个船。啊，地板有开出来。哇，这样也不够。啊，冲突。应该是舍弃剑圣，甚至沉默也可以舍弃，看剩下活的是，不要大部分都是普攻憨儿吧。OK， 巨魔。弱肉应当强食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？其实应该先舍弃他的样子。现在已经有死灵 combo 了，可能应该放两只这个。对啊，我还想到40，我们应该不用走40灵才对吧？我应该给他电锤哦，好像也来不及了。哦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来得及吗？好像来得及，所以我们后面可以把这张转掉，转成潮汐，潮汐也是猎人，然后还会有那家 bonus， 就是基本上再找潮汐，然后可能可以把这张转掉，折法。斧王其实还在所以接下来应该是想换这一张。最后一张死亡灵是谁啊？死亡骑士。哦，超痛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只要让我们两个，讨厌，干扰者。风暴使者来了！啊！看着我的美吗？兽王，然后我要找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死定了，死定了，应该打不赢。我要找潮汐吧，我要找潮汐。啊，这个干扰者！啊，这个干扰者！啊啊啊！这个船，看起来我们的摆位还是不是太好啊？我应该死了。啊！应该再摆散开一点，就不会被船跟那个打那么惨。我刚刚没有看发生什么事。转大招流，可是来不及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我没有找到那个。好啦，最后一场，啊，离开，拒绝。其实我爬得到主教一啦，可是主教一之后感觉就要那个。主教一之后，你就要找主教的那种团，自己去跑。是啊，小黑太弱，可是我没有找到最后一只猎人。我想最好最后一个猎人是潮汐，我没找到。